意，我读醒吾高中 T 后卫，然后我想感谢的人是我爸爸妈妈，还有国小教练廖英湾，他们支持我到现在，也包括醒吾高中的教练谢志军教练。我是第一次踢国际赛，请大家帮我加油，加油！我是萧美华，我来自醒吾国中，然后这次我们九月份要去吉尔吉斯比赛，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加油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杰妮，读醒吾国中，第一次参加国际赛，很兴奋，请大家为我们加油。大家好，我叫黄品柔，就读瑞翔高中，位置踢前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瑞翔国中国一升国二，第一次来代表队集训，跟学姐一起踢球很开心，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进去亚洲杯踢球，希望大家为我们加油。